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学越剧》，演员者陶云胜、倪九涛，有请。郭老师来了，像话吗？刚给调调是吧？老以为今天有特殊节目，其实没有啊。调调是吧？别以为一会儿郭老师空降，提前给调好了。就您这个身高，还说郭老师呢？我们这比分咬得很紧是吧？对对对，太紧了你们这。你看仨话筒正没有群口相声，哎，今天可能没有，哎，没有，那得预备好了，哎，万一呢，是吧？是万一哪个明星来呢？哎呦，什么叫孟鹤堂啊？啊，哪个叫张九龄啊？是，谁叫秦霄贤？嚯，哪个叫郭麒麟啊？什么叫张云雷？哎呀，当然他们都不来啊！嗨、哎，都不来，不来你说他干嘛呀？他们原先来哦，哎，原先到小剧场经常演出，确实啊。可那时候您不来，可不吗？现在您来了，他们不来了。哎，想听想买票买不着，就老赶不上，有钱没地儿花。是，抓紧时间听我。因为可能到我今年年底我也要火了，然后这就要火了，我也火化了、哎、火化了呀，别火化了，得火呀，火，哎，别着急，嗯，一点一点来，哎，是积少成多嘛，嗯，厚积薄发，对，是吧，净拿这词儿啊安慰自己，哎，就心态好啊，这就是、首先得有个好心态，哎，这对，在哪个行业是吧？你在哪个公司啊？你得有个好心态。那可不，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吧，啊，你想往上走，是得调整好自己，对，能力上，嗯，水平上得慢慢提高。哎，对，你刚才人那节目演得多好啊，不错呀。那个内容当然说有虚假成分啊，但是说这个于和珍演员，他确实对五行有一点研究啊，有点研究吧。说完全不会，一点不懂，不知道什么叫金木水火土啊，演不了这段，哎，没法说呀，他也。这人家台底下没少下私工啊。是，不练、啊、不琢磨，那哪行啊？不成啊，是吧？得向人家学习。嗯，我不研究五行，那您，我什么都不研究，哎，什么都不研究啊，您这。可以什么都研究，这话不矛盾吗？这个。当然，矛和盾本来就是一个矛盾题，是吧？嗨、哎，这就废话了。我什么都研究，哦、什么都爱，哦，没有具象的说研究到某一个研究特别好、特别到位啊，没有那么具体。哦，什么都喜欢，砸了咕咚的学问，砸了咕咚的还。相声演员的肚子杂货铺嘛，啊，有这话，砸了咕咚，砸去。哎，有人识货哦，我一出门啊，我老四报家门啊。你说这位这德云社演员他什么都会哦，什么都我得报名啊，那是啊，你说我什么都会，哎，我是个杂家呀，我一出门我说杂家杂家什么都会，你混杂家刚吃完饭，杂家出工了，对，你混丢了点零件啊，你着急呢，急什么太监什么，你谁呀、哎、你呀、啊、他就给我做主了，谁给你做主？你不是杂家吗？杂家那个杂，上面一九，底下一个木，都就那个杂，那也是这杂。怎么了？你说那是电视剧里边演公公那个啊？杂家啊，是啊，不是那字同音哦。我是杂学，什么都喜欢。哦，比较杂了一点儿，天文地理呀、啊，嚯，海洋星象啊，哎呦，是吧？诗词歌赋啊，哎呦，历史掌故啊，呵，嗯。都有那么一点点研究啊！我喜欢看书哦，这好啊，喜欢看，嗯，不是具体到什么文学、化学啊，不具体到这个啊，什么都看。哦，就广览群书、啊。哎呀，这个词儿，嗯，符合我这个气质。哎呦，哎，符合了。哎，我就是特别的，什么说，博览群书。哎，可以这么说，嗯，特别的博呀，我就是博爱，博爱，博爱，哦，博大呀，呵。怎么了这是起锅呀，起锅有起锅气是不是，不是我还在跳呢、对，不跳就死了呢，什么都研究什么都喜欢啊，别看我岁数小，是别看我没上过学，哦，不要歧视我啊，没歧视，因为他也是大学生啊，没事在后台，他陈小华他们俩人一四川一河北，俩人老切跟我，真的谁切跟您了，没上过学吧，我山东大学的，我四川大学的。哎呦，不知道刚才陈建华，你他也是大学生，我也上过大学，他是河北的外国语学院，对，学汉语的。哎，是吧？你说这也不露脸呢，他天天说你没上过学，河北外国语学院学汉语的。大伙儿您别乐啊，
这能不乐吗？不，这不是一个笑话啊，是我活成了一个笑话。就是嘛，我真是河北外院学汉语的，跟出国学中医是一个意思。就学的播音主持播汉语，人家大学生啊，是上问的咱哑口无言啊，没上过学，净玩了。哦，二大级不是大学生。呵，当然了啊，确实是咱脸上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没必要这。净贪玩了，哦，净演出了，是净挣钱了，哎，挣钱了，没上学，嗯，没上学，但咱这个后天努力 啊，那是啊，后天努力啊，因为后天礼拜一我们就休息了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咱哪个后天呀，啊？嗯，出生以后努力，慢慢来，哎，是吧？你像咱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或者缺点，哎，那是的。老话说，来电话了，这什么老话啊？这。你得让人接电话，人买票了啊，是可以接，嗯，可是您说您的，我们说我们的啊，哦，不能等您，等您我罚200，我不值当，你赶紧接去啊！人都有缺点，是金无足赤，哎，就是说它的含量啊，没有那么纯，哎，没有纯金的，人无完人嘛，哎，有这话呀，对吧？人无完人啊，你是完人吗？我是啊，什么叫完人呢？完了吗？我快完了，我什么快完了？不是完人，就是没有完美的人。你也不是完人啊？对呀，啊，上学你上大学你也不是那个条件最好的，分最高的。哎，不是那拔尖儿的，就是。嗯，我在后台虽然大家也有了解，都不错啊，都还挺捧的，挺好，挺小，有点天赋，也很刻苦，啊，努力，啊。但我要比那个更刻苦的呢，啊，又稍微逊色一点。差一点了，有啊，人家天天的就抱着那个手机啊，甭管什么软件，人就听相声。哎，有啊，什么叫侯宝林，哪个叫马三立啊，什么叫马季，哪个叫于世友，听，哎呦，什么叫高峰，这些过去老先生，是吧，都听。哎哎哎，您说这几个啊，还有一个活着的呢，马季，马季还活着。哎，马季呀，啊，马季还活着，不是马季，侯宝林，我希望侯宝林活着。你非得给高老师说死是吗？高峰老师还活着呢。是活着呢，我出门说他还吃黄焖鸡呢。你管是活着吗？活着呢，他一会儿还来呢呢。对呀，啊，他不来人家不乐意啊，多新鲜呢这个。高峰他也就，哎，他是太像老先生了啊，有时候您听他的录音呢，好像不是现代人一样，不是现代人一样，说的那个相声啊很古朴。哎，确实啊，嗯，他很少有那个流行相声啊，都是传统的。是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些人呢？嗯，有句老话，什么话？叫水得从源处流。哎，树从根脚起啊，你得听头。哎，对，不能说谁可乐听谁的。嗯啊，我以后台有很多演员，那宋浩然每天就听，熬夜听。那可不，哎呀，您从12点回去，夜里啊啊，听早上6点半。我听一宿，就你还得写文本呢。好家伙的，还得写文本呢。嗯，熬夜，要不他头发都没了呢。你看，就那么熬的。对，我也挺刻苦的。你是看着他在那儿写，我看他干嘛呀？我曹九台一会儿就上来，人家很刻苦，是天天都听。哎，我得向人家学习，得学习呀，啊。可是说方面呢，啊，我不太擅长。哦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我对语言这个表达呀有点障碍。哎呦，障碍，这样说话说不清楚。哎呦呵，说不懂，说明白，逻辑性非常差。哦，这差点意思。我个人偏喜欢唱。哦，擅长唱，说和唱 啊都能表达情感。哎，是，要不民间怎么那么多小曲小调啊？啊，民歌歌曲 啊是戏曲啊，就是传达感情。嗯，南方北方都有唱。哎，对，可都不一样。哦，南腔北调嘛。啊，因为从语言上就不同。是，北方。你甭管是东北、河北啊、河南、山西，嗯，是吧？都不一样，说起来，哎，都有区别呀。您举最简单例子吧，啊，就说北京话。哦，北京话，大家有北京人吗？有没有今天来？可能没有，还真没有，还没有，那就好办。哎，你要蒙我们是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就好表演了啊，学一学。真有一位，我有压力。哦，就北京人说话有一特点，什么特点？他省劲儿。省劲儿，哎，省劲儿，怎么个省劲儿呢？你比如说吧，啊，派出所，啊，派出所，仨字儿，对呀，他也说变俩字儿，他怎么说呀？派出所，哎，那出呢？吃进去，哎，这是吃进去了啊？哦，派出所，派出所，哦，省事儿，中央电视台，5个字，这还得现数什么呢？这对数学也不知道。好家伙，啊，让北京人说转台，对。是什么样？装台，装台，
庄台那个庄解贡，庄解贡，反正就吃字儿了。中央台，中央台，中央电视台。哦，西红柿炒鸡蛋，中央台的。中央台。要说孔云龙，孔龙。把那云字给弄哪儿去了？这个李云杰，李姐，李姐呀，老娘们吃字儿，这吃字儿，嗯，吃字儿。哦，你从数字吧，啊，一到十，是你拿不同的方言来说，它都不一样啊，这还有区别呢啊，有多有少。哦，你说北京话啊，普通话不用说了啊，啊，大家都会说。啊，对，一到十，嗯，啊，很完整的十个字。是北京话一说这样，啊，北京话怎么说？让他们远远儿。您听不清楚啊，我不是讽刺北京人，这是夸张啊，夸张，让他们玩心外耳，嘴里含着袜子呢，这么人乌噜乌秃的，就是啊，哦，特点嘛，让他们玩心外耳。哦，这是北京人数数，北京人数数。哦，你要天津数数呢？啊，此地十个字啊，还多俩，还多俩，我不行，给你学学。那您学学，你兜这丹田气啊，好，就这样的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码九十。这样，但我学的不像啊，我老听门口，是是是，经常有那大爷保安什么的啊，对，是经常有这样的，哦，还有点虚字啊，这天津，你到南方不一样了啊，南方，比如说上海啊，上海，上海人家说啊，这十个字才短一个，还短一个，我先跟你学学啊，您来来这上海话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五打鼻子里出来的，不是从嘴里说出来。是吗？他不从嘴里说，他不算一个字。不，您再来来。一两三四五六七八。嗯，他是嗯，五不说五，五呢？嗯，哦，五是嗯，五是嗯，那这个我知道，我再说哦，五怎么说？嗯，五是嗯，哎，那五十五呢？五十五，五百五十五，五磅十五。那要是五千五百五十五呢？那是，没有对，上海人啊，他都有点那个节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掏不出那么多钱来。没听说过，确实难说这个。一般都直接转账。转账不说呀，就啊，确实难点这个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方言特的特点。是我们对方言还有那么一点研究哦，但是还是那话。像不像三分样？哎，对，不到位，学个意思，对吧？南方的唱也好听，我唱好听啊啊！你到苏州那边哦，无锡那边啊，有小调哦，有一种叫无锡井哦。咱们老听赵花台啊，那可能是北方的，是到南方听无锡井，吴侬软语，来一段，你看看。人都鼓掌了，你唱这个位您来来吧。当然有听不懂的啊，听懂没关系。现在您百度一搜，什么词儿都有啊，能查到是。一唱这个位置，那您来来吧。我有一段信仰，唱吧那职工听，职工工。细细呀，个道道们唱吧那职工听呀。无锡，好，真好听。你看，真的跟北方不一样，确实啊，对吧？他都是很收敛的啊，尤其那女生抱着琵琶那么一唱，哎，是吧？油抱琵琶半遮面那感觉，是特别的含蓄，哎，就美呀。南方人嘛，对，透着那么缅甸，哎。不好意思，他就不越南吗？这都挨着吗？什么叫缅甸呀？腼腆，有这词儿。对，嗯，老你让你有这种那个试试探探的那感觉啊啊，老想跟他接触接触，哎，接触接触，但又不敢上前哦，就那么种感觉。是是，你到苏州听还有评弹，哎，有啊，南方是单弦儿，哎，南方是单弦儿。南方是这个平弹，北方是单弦。对，哎，我都让你气糊涂了。给谁气你了？北方您头两天也听了啊，咱们这古曲社，哎，对，有位赵勇赵老师啊，唱的单弦唱好，是，那是北京话。嗯嗯，苏州就是平弹。对，苏州话啊，可是苏州话不好说，
不好说，它跟上海话还不太一样，也有区别，有区别啊。它叫吴语吗？南京话说是它算吴语，哦，它不太一样啊。然后我没有什么研究啊，我对唱还有点研究啊，是连唱带词儿，您听大概其实那个意思哦。有那么一段叫林冲发配，哦，野猪林，野猪林，嗯，我们一唱可费劲了，是吗？一唱是这味儿的啊。这样我给你学学，您来来，不对，少敲配唱难成。您要觉得我发音不标准啊，或者哪儿唱的不太像哦，没关系啊，哎，你来唱，人家唱啊，人家不能唱了，得是您唱，我唱，哎，为什么您听味儿还过得去？是字啊，那个发音不太像哦，他吃力，毕竟还是您，我在北方时间长啊，虽然我是江西人啊，对啊，但是呢，还都是偏北方的口音，哎，确实啊，学舌头啊，嗯。纯音呢、啊、是都学不像哦，没学完。你比如说那两句词儿，哪两句？可恨高俅用毒谋，哦，害得我披枷带斧配沧州啊，有这词儿啊？啊，人家苏州人一唱不这样，啊，苏州人怎么来呀、啊？这样啊，恨高俅不是俅吗？嗯嗯，举哦。举困高举云都美谋啊，美费劲美，哎呀好家伙，黑灯哦披甲带走配苍追周追，哎呀，都不一样，这太费劲了，这你得撅着嘴儿啊，才能发出那个音来，所以它的困难啊。还有一种叫越剧，哦，它其实是绍兴戏，哎，对。后来呢，绍兴人唱戏唱到上海去了啊，发展了，对，也有上海话啊，对，也有绍兴话，嗯，结合出来这么一个曲种，哎，后来叫越剧，原来叫低督班儿，低督班儿，低督班儿，敲那个鼓，嗯，敲那板出来的声音叫低督。也好听啊，是也好听，有很多名家哦，您有熟知的，有不了解的，您介绍一下。他跟京剧不一样哦，比如我一个人唱成自己的风格了啊，现在都讲流派啊，对呀，比如京剧，梅长成巡啊，梅兰芳，对，尚小菊，哎，尚小菊啊，尚小云，哎，是吧？人都成派，梅派、尚派、程派，哎，到越剧不一样，那越剧，越剧早期啊，人都成调，调，就是跑调那调。啊，哎，就什么调的调？调那个调。啊、对对对，那你们姓什么什么调？哦，你比如说有我比较喜欢的啊，范瑞娟。嗯。哦，范瑞娟，那就是范调。范。哦，这叫范调，一个提手啊，一个走针一个周啊，那个调。这念字儿吧，这哪个范呢、啊？草字头的范呀、啊。哦，我说那调。哪个调也不对，一个言字边一个周，哎，调，嗯，哎。要是齐雅仙呢？啊，这个呢，那就是齐调哦。毕春芳，嗯，毕调，毕调不是不是那个毕调，不是崩了那个意思、啊，不是那个毕调，是姓毕吗？哎，对，毕业的毕吗？啊，毕调哦。我也喜欢越剧啊、哦，我也自成一调啊。您什么调啊？我上调。哎、那咱俩等会儿，我上调。那咱俩拉拉手吧。你也上调，往我脖子。你是该死，你也该死。什么叫上调啊？什么叫抹脖子呀？没有抹脖子，没上调啊。我是尚未形成这么一种调。你看我能解释？你怎么？你解释？你是还没抹脖子，怎么着？我还得死去我。啊，尚未形成的调，我也不是逃调，我就喜欢。啊是啊，我喜欢上调。你不是？你看我老在屋里那样，那会儿我那牵引器不是上调的。牵引器呢？哎，我为了拔个个儿啊，拔不
起来了您呢啊，容易上吊啊，真的。喜欢就这个儿啊，你们听人都称吊哦，吊式是有特点呢啊，有特点才能成吊。哎，对，你想越剧最出名一出戏哪出啊？梁祝。哦，梁祝。你要不懂房屋构造的，你听不懂，知道吗？哎，房这设计，梁祝房梁房柱什么？人都笑话你了，梁山伯、啊、对呀，梁山伯住气象台，住气象台干嘛呀？住哪儿？祝英台，祝英台，哎，梁山伯祝英台，对，悲情故事啊，梁祝是。你要到人越剧，人一说梁山伯祝英台，不这么说了啊，那怎么说？普通话您听得懂啊？人越剧南方人一说，嗯，梁山伯祝英台，哦，这么说，梁山伯，哦，梁山伯祝英台，梁山伯呀，梁山伯，梁山伯，哦，祝英台。哦，这个味儿的，听过这戏吗？我听过呀，听过啊。然后呢？来了。然后人让来一个，然后你听过不行，嗯，你得对这戏了解哦，对这个人物熟悉，是对这个流派的特点，但你得能描述出来哦，得掌握还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比方吧，是七雅仙哦。你要有不知道的，不知道的多啊，不听越剧就多。哎，确实，你可以上网搜一搜。这位老师吧，嗯，当然已经很早就过去了。是，他唱有特点，嗯，他唱女花唱旦角啊，是。可是你听他那个声音吧，啊，那不像小姑娘，那他像老太太的声音，像老太太，比较那个有苍劲哦，嗯，特别的，哎呀，醇厚，有沧桑感。年轻的时候你听就像老太太，哎呦，那老了以后你听还是老太太，哎，多新鲜的，已经是老太太了，没什么变化哦，特别的沧桑。呵，范瑞娟先生不一样了，他呢，范派特别冲。哦，就像京韵大鼓的刘宝全一样啊，高亢，呵，激昂。嗯，毕春芳不一样了，他呢，毕春芳特别傻憨憨的那么感觉，傻憨憨。哎，你听着，哎，那么拙哦，但不是说笨的那感觉啊，是故意的，是朴实那感觉，都有它的特点。呵，同样一出戏唱出来都不一样啊，一个角色它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分析，哎，不同的塑造，调也不一样啊。嗯，你比如说吧，梁山伯来赴约啊。故事你了解呀？啊，为什么赴约啊？为什么呀？我问你呢，你别问我呀！你不知道一拍胸脯，我知道，你又不知道，我谁这模样啊？我完了，谁就这样？谁这样？梁山伯、祝英台不俩人同窗好友吗？啊，祝英台喜欢他，是说咱们也毕业了，也可以自由恋爱了。你呢？自由恋爱？你到祝家庄来找我哦，我爸爸祝朝凤也不在。你呢？那个来找我，你不要让他找。如果让水浒那一百单八将给他打死了，哪个祝家庄啊？他爸爸不是祝朝凤吗？不是祝朝凤，祝员外，祝老员外。你上我家来，嗯，啊，上我家提亲，是你得拎点东西啊。哦，别不懂事儿，呵，光着手就来了，拿点糕点是吧？哦，曹子糕吗？呵，弄八件儿月饼啊，有还有月饼，都过完节了都。八斤麻花啊，哎呦，哪有这个呢？那会儿狗里包子呀，嗯，倒台了，倒闭了。买不着了啊，自己包十八个整就行是吧？啊，自个儿包啊，你拿点东西来哦，你别忘了还有那定情那个信物哦，那玉扇坠是，那咱俩是一对儿啊，嗯，你得拿来。那梁山伯当然愿意了，是拿着高杆是吧？高杆哎呦，玉扇坠啊，吊在给天津去的啊，拿着包子啊去，什么模样啊？到那儿去提亲，嗯，祝英台很高兴，那是啊，小别重逢。梁山伯，哎，倒叫我三分欢喜七分悲。嗯，喜的是今日重相会，悲的是既要相会要分开。哎，要棋牌一场，好听极了。那您来了，拿着手绢，咱瞧瞧啊。这样唱的。嗯，呀、yeah, ，他一看梁山伯特别高兴。这是一猴似的，这棋牌啊。呀、yeah, ，小别重逢。这什么手势？这有人听不懂啊！我解释，配合我这个动作呀。哪儿解释了你这？梁山伯吗？对呀、啊，两三八两。哦，两三八呀！主要听唱。小别重逢两三八，到家我三分欢喜七分狼狈。
不是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七分杯吗？哪有七呢？三加二得不得？三加二得五呀。多少等级？是数学师傅怎么样？几加几的？三加四啊。七分还想来？我好商量。哎，西的子今日与他总相偎，北的子既要相偎两苍。为什么他爸爸提前把他许配出去，给嫁出去了。爹爹把我许配给马文才啊，我跟梁山伯的姻缘从此两撒开，我就扯开了。扯开，我以为抻条面呢。背不背？背呀。但是梁山伯不知道啊，啊，特别的喜庆，是还满怀欣喜的呢。哎，是吧？哎，我岳父哪去了？我岳父呢？我得马上告诉给他呀。我马上来傻小子，这么什么德行？我这还叼着东西呢。对，把那撒开吧，撒开吧，撒个掉地上了。那拿着呀。他不知道啊，满心欢喜，还怀旧呢。是啊，那要毕春芳一唱，好听极了。哦，范仲淹也好听。是，但我这段啊，还是比较喜欢毕开。哦，特别的啊，可爱啊。那一日送你钱塘道。哦，听过这段吗？我没听过。那一日钱塘道上送你归啊。是吧？你不看过这戏吗？你我没怎么太瞧仔细了，慢慢就炸出来了。他都没看过，炸出来干嘛呀？楼台会玩了啊！两个人上楼，是携手揽腕，两个人对坐啊，四目相对。梁山伯不好意思，是你琢磨呀？您看过这戏，您都知道啊。原先他是个男的啊，朱云台原是个男的。什么原先是个男的呀？女扮男装。对，你今天往那一坐，好，头也梳了，又化妆了，小嘴也抹上了，是吧？那个什么也穿上了。那是什么？那个什么也穿上了，女性的衣服也穿上，他瞧着别扭啊，换女装了。你琢磨呀，嗯，天天瞧着你，嗯，瞧我，瞧你这模样，是，以为你是个男的。突然有一天，什么叫以为我是个男的？突然有一天你扮成个女的了，你说我多难看，冲你这脸是吧？对，我也够难看的，我心里接受不了。嗯，可朱云台不是，是漂亮。梁山伯一看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啊，也唱上了。哦，回忆嘛，啊，怎么唱？差相送吗？那一阵钱塘道上送你归，你谁家有小九妹，上顶上面坐的妹，与兄日特地登门求亲来。上门求亲的，哎，你别看东西我都拿来了吗？是，可是祝英台也有点纠结了。那可不吗？也唱上了。那怎么唱？两兄啊，你到九妹子哪一个？谁呀？是谁呀？这什么样？就是小妹中英啊的。什么德行？就是我啊。女兄早已知道，就是爷妹呀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前世姻缘配龙来。我跟你的姻缘是前世配来的，哎，还挺美呢。是呢，没想到 啊，后来爸爸回来了。哎呦，干嘛呢？躲开，躲开。把嘴撒开，干嘛呢？哎，亲上了，这么这就没有撒开那么一说啊！不行，哎，给我轰出去！我不同意，把梁山伯轰回去了。是，这你想想啊，同窗三年呢，那可不，他也有感情基础。哎，这一下俩人不同意，那不同意结婚，回去就病了。是，你琢磨文人啊，他气性又大，那可不，有文化的人气性都大。哎，知道吗？骂街骂不归人，他。哎，骂街骂不过人，压根儿没骂街。当当不过别人，他难受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抬杠抬不，他难受，憋得慌嘛，是吧？让人注销账号更难受。注销账号，越有学问人，他气性越大啊。梁山伯更是了，是，但是他喜欢祝英台呀、啊。这回去就是一病恹恹不起床，嗯，饭儿也不吃了，粥儿也不用了，身儿也不服了，粥儿也不吃了。哎呀呵，饭儿也不吃了，粥儿也不用了，身儿也不吃了，粥儿也不用了。
饭儿也不，他就死去吧，直接。这哪一段儿？这是不是他一天呀、啊、三顿饭啊？他顿顿都不吃。哎呦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日渐消瘦。那可不，俩字儿叫枯槁。哎呦，你还有什么呀你？枯槁了吗都？跟你明白了似的。不是粉槁啊？谁说粉槁了？粉槁是林黛玉。哎，瘦了。梁山伯躺在这个还不是床，嗯，卧榻。哎。就躺着躺，哎呀，起不来了哦，就盼着这个英台的回信。嗯，回信证明是你又得有去信啊，有来有往啊，你得有来有往啊，有去有来啊，就盼着呢，坐那儿还不回来，是，咱就都得拿下儿带。干嘛这嗑毛豆呢？跟这还这样呢？梁山伯的母亲一看儿子病成这样，是太难受了。又想让梁山伯好起来啊，梁山伯又不肯，是你给他吃药他不吃啊，啊就想见祝英台。哎呀，祝英台已经被软禁起来了，因为啊确实不让出来了，不让出门吗？对，就等着出嫁了。最后一封信啊，真情实感呐 啊把自个儿这个头发剪下一绺来包在书信。在古代啊，啊，你想这女子能把自己的青丝剪下来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那可不嘛，你要不过去有那个把自个儿卖身了，卖了啊，剪一个一缕头发来，是是吧？或者是卖头发的，卖头发的呀，卖头发可该剪头发吗？啊，但这不一样，是这是信物，哎，最后一点念想。对，梁山伯临终的时候看着英台的回书，嗯，看着他的这个头发。很难受。哎，你在越剧舞台上范瑞娟唱这段唱得最好了，哦，叫山伯临终，很感动人。哦，反正每回看视频啊，我没看过本人演啊，每回看视频我都能哭了，我都能流泪，还能看哭了呢。我是人呢，因为这叫什么话，是个人呢，他受感动，人都是感情动物嘛。你看着他难受啊，太惨了，唱词也好，腔也动听，是，反正你要看现场啊，头五排的观众怎么着没有不掉眼泪的。您说这太夸张了啊！不夸张，听书看戏替古人担忧，不可能哭。怎么不可能哭？你今儿说相声说得好，说得可乐，你不许人家乐吗？我说相声，大伙儿能乐呀，看这个怎乐就哭不了？哭跟笑都是一样，都是感情由内而外的。你只要是到你那点上了，你准哭。嗨，那碰上我就不哭。那怎么你才能哭呢？我怎么我也不哭啊？我爸爸死我都没哭啊！你看各位，你看各位都不相信，你爸爸死你都不哭？没哭啊！你爸死了吗？死了。你们乐什么？不是，你爸爸真死了？真死了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哦，你是我爸爸？不是，甭占便宜啊！就是不哭，真不哭，真不哭啊！但是你没听范瑞娟唱，我听了我也不哭。虽然他已经故去了，我把他请来，他给你唱一段，那我就哭了。请你鬼来似的，你有点大。不哭肯定不哭。那我现在唱，你唱更不哭了。我就来这段，那个挺好。我不管你哭，后台我都让他哭，他都不哭哈。因为他时间不多了，咱甭管他了。山伯临终，嗯，看着书信，母亲带回英台信。哦，书信上面言安慰，那具体词我就不说了啊。你说这时间又长了，你上网搜去啊。看着这个书信，躺在床上。很难受哦，你还这么哭了？谁哭了？谁哭了？没哭，没哭，没哭。要哭怎么办吧？我肯定不哭。你当这么多人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也在这儿红口白牙，你非得说不哭？万一我一会儿唱你真哭了呢？哎，我哭了，哭就哭了吧。那不行，我白浪费这五分钟。不，那你说我哭了怎么办？你说，咱得赌点麻的是吧？赌点麻的，随便赌。经济社会了，来吧，随便，随便赌钱。那可以呀、啊，行吧，拿我的跟卖票一样，拿我的艺术换钱。行，你说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？1000。1000呢？可以吗？有点多吧。底气不足。1000怎么了？你就把那场堂会钱给我不就完了吗？哪有堂会啊？1000，咱们500吧。500可以。500块钱，500也不少。500啊，你说准了啊？说准了，给现金啊？给，转账我不要啊，肯定不哭。转账没有仪式感，你知道吗？还仪式感呢？给我的手。500，我得数啊，你八啊，没有那50啊！你别乐啊，影响我的情绪。你甭管我啊，我肯定不哭。山伯临终啊，看书信。哥，您不懂的，您千万别那个聒噪啊，这个聒噪啊。你拿着点吧。我拿它干嘛？擦眼泪。哦，擦什么眼泪呀？不哭擦什么呀？
现在开始来吧。你第二针打了吗你？你有病啊？打了，我还没是签还没甩完了，你这干嘛呢你？肚子里有蛤蟆呀你？有点没控制住，有点。对不起啊，有点没控制住。对不起，我上这完了。待而狂。